港第一大亮点，典礼主持人黄子佼与露露、吴珊如、谢颖轩等人轮流串场，是金钟首度尝试不固定组合的形态。黄小琥、周兴哲将为金钟奖带来精彩演出，出道60年的张小燕将获得终身成就奖，而今年的戏剧竞争更激烈。我哥是杀了很多人，但我跟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那我儿子呢？我儿子有活下去的权利吗？戏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今年都风光入围了14个奖项。贾静雯跟蔡淑臻等人争戏后，吴康仁、温升豪、龙少华等人将角逐戏王的宝座，颁奖嘉宾也很有看头。대만에계신팬여러분안녕하세요배우정혜인입니다제가이번에제54회골든벨어워즈에참석을하게되었습니다韩星丁海寅将搭档刘以豪颁发女主角跟导演的奖项，两大帅哥同台，颜值担当也将成为今年的金钟亮点。三立新闻王正祥、李慧台北报道。